天降异象，国将大乱。你们竟敢投毒弑君，是谁？你去讨伐他们吧，替天行道。我要替王行川。你们一个不服，我就打你们一个；你们两个不服，我打你们一双。袁博，这连台好戏，寡人演得如何呀？王上翻云覆雨，权谋决断，大事必成。这七国诸侯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他们不过是寡人棋盘之义子，提线之木偶。我要让他们自相残杀，重铸王鼎之日，便是我绞杀诸侯之时。王上，臣以为魏国经此会盟，已由暗转明，成为众矢之的，在楚王和其他诸王心中，新一代霸主已经产生，但未可服众。王上便可趁此机会，联合其他诸王对付姬敏。自毁王鼎，制造异象，确实良策。可王鼎犹如龙脉，自断龙脉恐有不祥，会遭天谴的。天谴！若能拯救周氏王朝，粉身碎骨如何？天谴又如何？周朝荣誉岂能遭诸狗们践踏？我王室的尊严岂能容鼠辈们玷污？我是吴王开国天子之剑，向上劈，上便没有了天；向下劈，下便没有了地。天地乾坤为一君，九州方圆为一国。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王。